45分钟差不多到了。二大爷都可以按摩，我们都没出去按过摩，他都天天给我们给他按摩啊。每这什么待遇？每个关节都要松一下。放松啊，放松，顶放松，要把它顶背啊，要不顶背。我给你踩背啊。嗯，哎，松一松一，哇，你看爽了。哇，这待遇是真，这待遇是真好啊！我还给他踩背，你看。嗯、喂，这个会吗？舒服吧？舒服吗？他吃都不吃了，过来先按一下摩。太享受了，这人，这猪身已经到了巅峰了啊！等一下再吃。可以踩背的，你看。等一下收费啊，稳了。他的脚就是在卖萌嘛，这样趴了，跟小狗狗一样，你看。他是在卖萌吗？对啊，在箱子出。你这是天性吧？上辈子是什么？你上辈子是谁啊？这家伙上辈子一定是积了什么福啊！走了，可以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明天再来，起来，明天来了。你那个时间到了啊，去吧，去吃饭吧，去吃饭。